高兴，这个当理事长跟我讲有这个活动的时候，我说太棒了，这就是让年轻人你们去要有世界观，但是有世界观之前你要先认识自己的环境，透过这样的旅程或透过这样的一个活动，应该会有一个很好的感受。旅行的终点不是一个地点，而是一个观点。那这一代的孩子呢，你们能够走得出去，你们就能够看到世界。是，其实我觉得可以鼓励大家，就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，认识看自己。我觉得这个活动真的非常好，在这个年轻的时候，你们走出教室，然后去深入我们各个小镇，一看了以后才有很多不一样的经验。所以我们组长拿这一本给我看的时候，实在是太开心了，终于有一群这个有心人啊，在做这个事情。